我要模仿这个对吧？不是。你没有得到正版授权。我们得给他，我们把沙发让出来给他。哎。弟豪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楼上呢。在聊天。这是我画的吗？是的。啊，小咪很喜欢粉色。嗯。啊，你看目前他真是。那我给你拍。嗯。哇，这边可还是很细心的。大人的第一次吧，这是微微的试探。这个你们猜是谁？先猜画里的人是谁。该不会是我？这是妮妮吗？这是我吗？是你。好好笑哦。奥斯卡。奥斯卡。好好笑哦。天哪，这个太搞笑了。太 Q 了。太牛了。但是我看到他画那个辫子。我的标志辫子，对对对，他就是说你有这个辫子。你在干嘛？真的是在干什么？下蹲。你是 NPC 吗？你在表演默剧吗？为什么我的？为什么我的东西都这么？鬼鬼祟祟，搞笑担当，救我！正常一点。早上这么热闹，你在说啥呀？是说的啥呀？上次一样。内容哦，内容和上次一样。早安，还好了个太阳。顺手，确实是顺手。泡沫教官还要负责这一块啊！泡沫教官好忙呀，手把手教学。你是打什么位置？跟他聊天，把他困在这儿。五打五还是三打？在聊篮球。这是谁啊？真的在帮他拖时间。好笑。这个是妮妮画的。啥都拉出来想一想。对啊。好哥们。但是属于那种会，如果是在感情当中，可能爱情占比会蛮高，然后就会失去一些社交跟生活的比例。是恋爱脑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就是有的人他会很炽热真诚的来对待一份感情，然后会把他的优先级排得特别高。不能说恋爱脑就不好，或者只是每个人选择不同。我也能理解。哦，好贴心哦。贴心。这个也老夫老妻了。这种小细节很打动托吗？对，我记得他好像有讲过，他会很喜欢小细节能关心到他。期待你的表现。哈哈哈哈哈！不错。小调。哇！好搞笑，好吃。你这个反应好快啊！你真的有尝到味道吗？上进嘴，好吃。他不进嘴，他也可以好吃。孔晴雅太厉害了！又来那个自动鼓掌机器。但确实好吃，对，情绪价值给到非常。可以，你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睡觉，不是一个人睡觉，贴心。哦，好细心啊！好贴心，会记得。对，第一次约会的那些都记住了。对啊。哦，献给爱丽丝。哇，好甜。杨子娇声也是最好的。
Celsius。啊！好了，为什么自己？赵哥的活动筋骨有点好笑，所以很有点。哦，每天晚上好像都是你在这，是妮妮在那边。换错了，你们俩换了，好像没换。好搞笑。所以其实住在哪里，确实没那么重要。所以太好笑了。住在哪里重要吗？住在哪里重要吗？两个人心在一起，我就。所以你觉得住在哪里重要吗？对不起，赵哥。哎呦！他，他，嗯，女字旁的他，他，小咪，小咪，玩小咪，秒了呀！直接秒了，秒了呀！直接秒了，哎，一秒。牛你不用选了，托姆是不用选的。所以现在 I'm out。 No， 没有没有，没到最后都不是。也好也好，得到一个答案就不用纠结了。It's OK。 哎呦，定好好的，是这样的吗？我认得这个车。我认得这个车。嘴角上扬。像当地地陪。他们四个人就是那种恋爱的气息。对，有那个是天鹅鸭子，他俩坐好近哦，快贴上去了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不是日常吗？我的观点和他是一样，就觉得两个人相处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其实不只是婚姻，还有其他的。我不太想把它作为一个像是一个考核点或者一个目的一样，就我一定要去达到这个目标，然后就为了比如结婚而结婚，这样我觉得可能不是我想要追求的。